尤其妇女啊什么的，因为现在人你不知道他的骨质疏松到什么程度，对，哦，知道吗？对啊，你让他空手都不会了，你让他再加一个重物，等一下他这个髋关节那边的密度已经没有那么高了，啪一下断了，那完蛋了。哦，这样子懂？啊，我这个动作很适合穿腹中医院，因为你手不用锻炼，穿出了神经下去。也可以，但是呢，它不会帮助你的手臂。哦，对，最手臂也是拉，手臂要最。对。啊，所以那个手臂是抓重物，是整个松掉，让那个重物帮助你把手臂拉开。拉开。对。好。